Hello， 各位，屏东三大营王来到了最后南州营王。我跟你讲，这次我们不会再错过了。嗯，矿泉水已经挤上来了。在他写照那一刹那，我人还在高雄。我们不会再迟到了，因为现在时间早上九点。好，我们已经来到现场了。啊，甲城这一颗，我们也非常非常敬业的三大营王，我们都到。我们来个大满贯，三大营王我们都拍。啊，不过由于上次我们没有跟到这个请水仪式，所以我们不知道说南州营王他的请水的模式，大概是怎么样。哦，比方说小琉球是大家都可以参与，东港营王是只有大千岁教班可以做这件事情。南州的话我就不知道了，因为我没有参加过，所以我们这次也来了解一下南州营王请水他是什么样的模式。这南州营王的请水离海真的有点近了，就很像那个小琉球那样，随时海浪都会打上来。那每一颗萤王都一样哦，他们当地的庙宇全部都会出给我来参加。哦，先锋来了，先锋来了。先锋在哈，先锋在哈。这是我们来给他看了，来看古拉科的哥哥，是嘛？安尼讲的对吧？对，哥哥，啊，哥就是。因为我第一次来看伊这南州营王请水啦，啊，咱南州遮伊请水是有啥物款的规则吗？南州遮的请水，会使报姓氏的，只有他平常西周代天府的神事人员才能发起来，你必报，嘿，就是因庙本身的登记的对吧？开登记你报。已经开光完成了，哦，下一个步骤就是被掐住，就是在看，哦，哪一点叫，哦，哪一个机器没发给发头像，要冲去海边，哦，现在就等这个。好，各位，先锋轿扛起来，先锋轿扛起来了，准备要往海边冲了。有准备要往海边冲了，准备要往海边冲了。并没有。现在大家就让出两边道路，哦，开道给那个千岁爷上来，哦，千岁爷就会从那个缝缝有没有开着王船过来。然后从这边登陆。现在他们所有人为都已经在跪拜，在迎请千岁爷上岸。我看已经有当地的发起来了。走啊！走！
第一次再见。哦，我听到哨脚声响起了，是不是又有 Onga 要进来了？再叫多少水？第二次请水，再叫。现在好像说第三位已经起来了，哦，有机会要进来，有机会要进来。王马杜卡迪可以说是经验相当丰富。我们这一次先锋马是安可也是经验相当丰富了啊。好，我练按三号，看大话，出发！往那边，出发！他竟然讲国语，出发！出发！哦，大队人马要出发了。